茶安安，安啦安啦，茶安安，茶安安，耶耶耶，茶安安，一律推荐完别的国家，美国就先别，美国到后面爱夫兰才行呢、啊。那，我知道怎么玩，你知道怎么玩？那，没错。OK， 不要我们两个打都没事。第一个我要去 A 点 ，A 点，没错，不打存在 A 点。不打成仗，那成仗真假？不打成仗就失去我的意义了。差一万不能打成仗，啊，绕车啊，那绕车还是硬打的。那，也不是绕车，要不然怎样？follow me。啊，我总觉得是82A4啊，完了。今天哥教你怎么打11.0。哎，干掉，猜死了，有射过来了，你看，鸡掰。我头顶闪过一道光啊，兄弟！那，不要紧，不要紧。老板，等下真的就开艾布兰，我们来差点问。我差点问，然后我开艾布兰。对啊。你们确定？没扎也是可以。艾布兰高呢？又没扎，差不多了，正面都一样。差不多，好吧。那怎样？怎么打？人家叫我打差点问。啊，这样怎么有人在维修？别管他，不管他。一四年主播死很多人了，哎，又射过来了，我操，这一个，别出来，小心！我走，我要打这个，不行，我被锁定了。好，军中是不是换新麦克风啊？是啊，超大声，那，超大声！哎，把它转起来，好吧？哎，待在这里，傻小，就是待在这里，为什么要待在这里？哦，有下来，那边，因为我们守住了这个要道。OK， 不要人家过来就对。没有这炮，炮手坏。干进去了，先这里挑二，挑战者。哎 ，BF， 老板太慢，都挂了。看这边我不常打，看这边要等人。哎，又出来了。啊！死一了，报仇了，帮人报仇了。那是大意啦。哎，杀掉我的差人万兄弟，还有一台差人万，我出来了，炮门坏，干妈的穿针真的是不够，真的不够，打头打不穿，哎呦，第一名嘞，那就知道对我多烂，不是我教会你怎么玩的，我根本就做了这个重要道路，OK。是啊，大家都走这边，然后都没再看这条了啦。没错。哎、欸，这张图我会了。就是变掉它。会的，会的。会的，会的哦。可是我的天线明明那么长，没有看到我。哎、欸，回归了，差点换，又见面了。很难。这比上次体验好，你那个大82A4好就。哎、欸，出现托斯。哎呦。注意啦。我觉得是我操作的问题。是啊，按、啊、你到我这里啊，这里视野比较好。没有，跟那个没有关系。是吗？我不会玩的。我把我最后不是研究出来的方法告诉你了。你就教我啊，你自己不会玩。我那我是负责动脑的。哦，我是执行的那一个。刻苦耐劳的那一个。是啊，有责任我扛的那一种。你太过分了。是啊。打没了都在哪里？哎、欸，要压吗？不要了，就继续蹲，就继续蹲。不得不说啊，妈，差一万的热成像到底是什么狗屎啊？那么糊了，真的。好，场上只剩我们了。送头，我们冲出去是送头。那别送了吧。我们要守住这一个，守三个就赢了。守住这个路就对，这个条路两个都可以守到。这招我怎么不知道？我脑袋跟你们不同。回路不一样，嘿，我脑袋都比较快，你知道？这是14年玩家的事，你懂吗？啊，怎么挂掉？不学剑招，只学如何用地图出奇制胜。这里啊，炮手，你要打吗？看起来是不是？我什么都没有，我什么都没看到。为什么我没有那个啊？哪个？团队协作。阿赫，阿赫，看来动脑的。动脑的在干嘛？动脑的没有分红啊。系统到谁啊？谁在打？哎、欸，这条路是怎样啊？怎么大家都白痴就下来？怎样的？有用，我学会了。这张图我会打。学废了，学废了。以后就待在这里就好了。我现行啊，没有人。但都是山下都是飞机哈、啊。
哎呦，他快逃！我听到飞机了，他想追我，你他妈！没事，原来这就是蹲。说什么蹲？太难听。躺平主战术，投资人而来就会来，不用出去了。自古以来的招式，看这躺平就快是快啦，但你知道让他打正面是几乎不会死人，一点啦，就说很高了，可以吗？不行，可以啊，教你怎么打。跟你讲，因为高阶车也就只有那样而已啦，完美，这张图怎么打教你？上面一样，去 A 点，龟吗？不是龟，去 A 点就对了。其实有了正打，单数就不同了。肉盾跟剑宗，今天的剑宗截然不同了。是的，他最近这几天都教我怎么打游戏。到底发生在工作中一直想要怎么打？他一直在想着怎么成为这游戏的大师。让我去扛。让你扛啊，你比较会扛。应该吧。这边的看到有人。进 A。不进 A。炮门坏了，中国车哦，中国车有九九九九在附近哦。哎，完了。喂喂喂！1807我1807大队，所以哪里？后面，左边方向。哎、欸，完了，我要死了。这个方这边这个方向注意一下，等会来了。打他中间方向，打他中间。追！追！后面，对，维修不了。哇！在贯穿我！我怕贯穿，大T80大军来了！哎我看你脸 ！Oh my god！ 不行啊，这个几天，里面那个钢板可以把我们的垃圾钢针挡住了。没关系，我还有啊，走。知道怎么玩了哦？知道啊，干我刚走，妈打中国车，对方太多车了。不是啊，我刚打两方侧面那个中国车打弹药，我妈不爆，我操！你妈都红色的了，我操，还不爆是怎样？刚刚好爽、喔，刚刚我打队友，敌人以为那是自己的、啊。我知道啊，我就想说你根本就打他，然后结果他撞我，我超不爽。结果那个什么中国车打那个打在他身上，超白痴。哎、欸，出现，完了 ，help！哎呦！你帮我打一下。哎、欸，我们后面有人啊，靠背啊，后面来人了啦！你后面靠背，后面重生点有人。不管他。哦，碎，哎 ，nice！ 这次我是动脑的吧？哇 ，A 点很多了 ，A 点还很多了。怎么是你动脑的？那。哎、欸，这边。A 点还有三四台。救！好碎。妈的，这边超多人，你们要不要打？你妈的，这边都是人哦，可以往后打一下吗？好玩，啤酒，你打后脑勺，刚刚打后脑，碎啦！哎呀，好玩哦，太万好强哦！哇，师傅，我学会了。这里，师傅，炮门坏了。炮了，我刚炮了。师傅，他炮门坏了 ，BB 按。起火了，驾驶员挂了。手发动机。继续打。哎、欸，打不同台啊！靠背啊！哎呦，完了！这里，有人帮我打前面那台的。哎、欸，不行啊，右边还有，整个都是人。师傅，我不想出了，师傅。不行，可以继续出。再继续出，他妈的！太惨了、啊，这局、啊。他妈，你驾驶，你看队友死成怎样？是场上只剩你一人，你看不出来。有45台出现在你左右边，我都看不出来。我是尸体，他出来啊，在左边、啊。他看到你的人，尸体个毛！要不然我第一发炮了。是啊，是差还可以啊，但是要对面没有发现你啊。可是这阶级的头转太快了。落岛各位，虽然对方太强大了，对吧？咱妈连一台都没差那样。那要游走，懂吗？要游走，像我跟那样子。我听你的游走，然后这边我打了他一下，然后他就把我打死。兄弟，我帮你扛了3、4发，有什么酬劳吗？师傅，你可以问你上一局发生了什么事情。我是拿钱拿回来。哎呦，可以，吵架完结。刚刚这是俄罗斯钢铁洪流。对啊，这张图。走那个吧，上面，那上面可以，哇，可是走旁边很容易可以。
跟上图不回，邓达可以出给意见。邓达换你修一波了。哎、欸，只有一个人抽点，哎、欸，快快快，抢抢抢，把 A 点抢下来。还是你有速度快啊？对面有速度呢，趁现在没人，可不可以出核弹了，师傅？可以出核弹了吧？可以了。干，怎么场上只有这些人呢、啊？超多人不在的。赶快抢点，赶快抢点，趁现在。被加成就是爽。师傅。正大。师傅，你还会 DDoS 啊？师傅，师傅太强了吧 ！DDoS， 干什么玩卡丘杀杀小？师傅就有人下眼了。是的。哪里啊？对啊，这边有人。后面那边方向。哎、欸，你们那边冲过去一个，你们那边冲过去一个。没发动机、哦，看到发动机。邓达，你可以打吗？是我机枪。是机枪，你打。不要射机枪，不要射机枪。不是，正在跟我看的不同人，正在跟我看的不同人。干完了，在这啊。我不管你，我自己跑再见。好了。跑什么啦？不是打那台啦。啊，他就来点呗。完了。你们中间可以支援吗？还是不行？不行，我被攻击了。好吧，那个打点拼出来的那一台。结果正达不在我后面，正达跑去看其他地方。他不是要太多那个吧？我以为他要来帮我嘞。现在换我跑到你这里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小心哦、喔，小心哦、喔，这边会被你那边会被打。不会。往后超级吧。卡在尴尬的位置。看，我觉得这局是因为对面载路比较慢。是。所以他们才出不了。剩重生点跟那个标出来那个而已。碎碎石的石，重生点，可以压加。去死啊 ！D 八零。师傅，我越来越会游走了。再训练十年就可以成为师傅了，换正达接班。那还有一段路好长要走，加油！希望之后看得到你再帮我打，而不是跟我说：“哎，你看到了。”我没有看到啊，哥。我人怎么还是受伤了？啊，酒店上的车带到这边虐人。你也很坏。干老爽，没人要附我了呢。哎、欸，干完了，刚说完而已。天，他打底牌，不行，正面我不行。啊，我们想要看大东西嘛。我想看大东西。我看一下他的穿身模式。哦妈的，要结束了，走。嗯，好爽、啊。我其实爽不太起来。你看第二张很爽。我以为正达在我后面。走然后我跟他说我看到地，他说、啊、他也看到，我说哦，那应该真的看到了，结果我没有看到他的第二发。我看到的是好像想接受的那一台。拜谁哦，拜谁？目前打不过就 BBN 跟魂轴。废完了。那几台妈的侧面加一个挡板真的是打不进去。好了，这个我没办法了，这个没办法游走呢，只能跟正大兄走了。啥是我？这次我会好好的跟在正达后面的，我死都不会一个人冲到正达前面。他比较硬啊，那我们这个头没有他那么硬。你看说到就到，有人来了，中间走到两台，天妈超多人啊！操，哎，小心，那边会被打。哎，这两个都硬到靠边啊，除非转了、啊，他一转我们就可以打。等他转，哎，转了，可以了。干，这个邮箱哇，中间弹药没爆。时候该展现真正的技术阿美了，哈哈哈哈哈！被人家收掉了。哦，第八零，来了，开笑，哇，哎、欸，不止第八零，还有爆哇，完了，拜拜各位，拜拜。如果差的话，能像岩罐一样有烟雾弹就好，能不能不用另外打会好一点？第八零没有穿透，打不穿，你打他的那个也没有用啊，你唯一就是只能断他炮门啊。我们这台车唯一希望就是断它炮门，没这台车钢针没希望打得穿它，正面的话就只能打炮门。喜特勒，喜特勒，可以，哇，干，哇，不行，操，要等他再出来一点，哎，没有等他出来，干麻烦大家，我跟你打，干，完了，他们把我炮不要打坏。干下来啊！他妈的，完了！
哇，他后面没装药，我操，他小。走走走走，挨打，走走走，过去步。让我射，哎，别卡我啊！操你妈的！哎，完了。爱动的笑容。别卡。哇，再不挂。不可能过啊，正面不可能。他大炮，他大炮。没了，他没修好吧？哇，没修好。妈妈咪呀！漂亮。铠甲吧。对，铠甲。我已经开始出现 bug 了，那个火影。哦。大大真的嘞。是啊。妈的，房子都给我去死啊！应该是我们赢了。喜特勒还会出吗？小心点！现在谁才是王者？麻烦师傅，这张。这张哦，自由发挥。自由发挥，放个摆个斜角啊，摆个斜角。我操！右鼠怕什么？有没有看到我上上面那六八？哎呀，这有人！这躲着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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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这边没什么反击能力。你把他烧死了，太爽了吧！我快死了，刚刚就是我要死定了，要帮你打野了，帮打，来来，你知道我怎么差点要带这个吗？就是因为有这种触发，舒服了吗？舒服，啊，舒服，跟苏联一对比较好打，那换对国家。对啊，苏联比较那个啦，至少打爆还有机会。看人家打苏联，哎，几率很小。这里怎么走哪里，师傅？师傅不会玩的。你怎么突然失去神力的，师傅？师傅没有那张图，不会玩的。的信心那、啊、怎么办？你那个信心到底跑去哪里了？信心没了，师傅。哎，怎么是我中？问号。好。完了，那为什么是我中？哎，乱走。他打那个队友就是我中枪。师傅，你在哪？师傅在上面哦。师傅差点就阵亡了。哎呦哎呦哎呦，这港球枪很准哦。哈哈，西点轰炸，西点轰炸，没有人敢进来。这边有啊！哦，哎，完了。靠背又爆了 S 完。对。哎，看后面还有一台，我操，两台。完了。现在还没有帮啊！我打不穿他，在哪里？等一下，我有小卡。我、哦、看到他，等一下。这台吗？对。OK， 嘿嘿嘿，现在谁需要帮忙？嘿嘿，现在是我需要帮忙。来了，师傅。师傅要打野吗？还是不需要？应该不用。OK。打不穿他。正常。我们打爆应该没什么用。剩我们两个，要出来了。来了。喂，屁啦，发小。他跳掉了，哎，完了，干！啊，他转一圈然后跳掉了，哇，完了！你知道如果你是 T 八，你被差一万打死很干吗？那个心情，爽，很干。师傅，走哪里啊？师傅，走 B 点，走 B 哦。哎、欸，你真的吗？真的、啊，很硬的、欸、B 点哦，很干，我们没有打过 B 点。没有路哦，看到人 CV， 就啊，没了，这家伙。完了，真的要 B 点，是 B 点特难打。因为我刚乱走，走哪里啊？走上面啊！他直接走高速公路上面。我操！用哥，难怪你叫师傅，法力高强、啊。知道尝试一下。我操！只要躲在那个高速公路这里。他也躲高速公路？没有，躲在这里，进去掉。往那里？哎、欸，是同个人，是不是真的对不对？笑死！他躲在一个那个高速公路土堆，他躲在高速公路后面，是吧？超扯！哇、哦，看怎么有人会跳上来，那你就打、啊。那个 CV 是头壳坏掉。哎、欸，大小啊，怎么这边就有人？哇，炮管坏掉，有冰淇淋桶啊！哟，那我不是按维修了吗？哟、欸、哦，冰淇淋桶，他开射了，他躲在这里。哎、欸、，yes， 谢谢，我哭了，师傅，差点被金麒麟桶强制推下。可是我这边很烂，我先跟你说。
没有冰箱更烂，现在我哪都不能走了。等这边啊，这边你会很出来。哎呦呦呦呦，爆爆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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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里这里这里。发动机发动机，哎，不同不同台吧。你打前面有一个。好了好了，近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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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装填手坏掉了，干他妈装有够慢。又来一台又来一台。这边这边这边，干这台受伤了，打那个啊，完了，你是防空车血，怎么搞是跟我有人啊？操，四周围超多了人，怎么办？不用怕。右边，有右边先来还是左边我先来？边。好。那他倒是得有。哎，还有，我操，我在干嘛？啊！完了。拜托再出来一点，但他不出来，完了完了。下一局喽。都是队友。哎，What the fuck？ 就他在另外一边，打错。哇、wow。